怎么办啊，欣慰姐？他们都不上套。那就逼他就范。逼他就范。人都是有底线的。我看他能忍到什么时候。好狗不挡路，哼，这句话应该是我说吧？好狗不挡路，让开。莫欣薇，之前你欺负我两次，我忍了，不要再得寸进尺了。不要让我为了你重出江湖。初夏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听不懂啊。听不懂没关系，做就可以了。让开。就是，让开。王小楠，听说最近令尊在跟我们家谈一笔生意啊。我是我，我爹是我爹，你别公报私仇啊。我可什么都没说啊。小楠，不要怕，我相信墨家的生意跟韩家也脱不了关系。韩夫人对我怎么样你看到了，如果小楠家的生意出了什么问题，我相信你家也好不到哪儿去。你这个寄人篱下狗仗人势的小妖精，敢欺负我们薇薇姐，你找死吧你。安初夏，薇薇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我扶你起来。哎呀，哎呀，安初夏，你怎么总是在打人呢？哎、啊，听说你打高干，然后又打老师，你是打完男生打女生，是不是想把学校里每个人都打完啊？哎呀，老师，既然安同学不知道规矩，那你可就得好好教。我告诉你们，马老师让我监督他，只让安初夏一个人跑，你们跑的可不算数哦，自己看着办吧。怎么这样？走吧，走吧，怎么办？